脱下正式西装外套，陈其迈特别换上厨师服，带着小小朋友们大手小手一起做马铃薯沙拉，推广公托政策不遗余力，行程排满，全力专注拼市政。就连记者提问，一讲到选举题，市长想请教一下，今天选战是倒数百日，那除了拼市政之外，有没有进一步的选战规划？选战倒数几天？百日了，转眼间就马上要选举了哈。不过这两年拼四年，我们是很努力的。那除了说在防疫的工作面临很挑战，那在推动产业的转型，增加就业，也希望说能够照顾我们市民的生活，让高雄成为宜居城市。只要跟选战有关，就是巧妙避掉，把市政焦点放到最大，不是没有原因。看看高雄市市民基本盘，本来就是绿大于蓝。面对选战关键倒数，坐拥现任优势的市长陈其迈，走保守路线就很足够。一大早跟着长辈们做运动，在失智共照中心刮干净。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也没闲着，除了自己勤跑基层，同步搭配高雄各选区议员开拓陆战能量，并南北串联打空战拼声量。但就算这样，效果还是很有限。另一个执政优势，从民调数字就能够看得出来，陈其迈以53%的支持度大幅领先柯志恩的1.8%，狠狠超过了35%，更有超过70%的民众看好陈其迈能够顺利连任，而仅有4%的民众看好柯志恩有胜算。其实，在各县市都一样，特别是六都，只要是现任者，他们一定说是冷调来做处理，然后不断的谈政见。那这个挑战者一定不断的像一个抓漏的方式，先开始质疑他，你所讲了这么多，那真的是如你所说的，如你所说的数据真的是如此吗？即使他想要冷处理，我想应该是整个情势也由不得他，所以我们会把一些打底的工作做好，然后呢，到真的要正面交锋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可以好好来做一些挑战。其实有口水，有话题，有事件，那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的讨论的焦点。例如说林智坚的论文门，所以柯志恩要怎么打的话，除非挖到他师德，或是挖到他个人施政上跟操守有关的问题，如果没有挖到这些问题，要把这个先去炒热，几率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以国民党在高雄选战的现况来看，只能在基本盘上拓展中间票源，尽力守住。若能拿到35%-40%选票，就已经算是不错成绩。能替高雄蓝营守住议会过半席次，更是首要任务。看看2018年高雄市议会应选66席，受惠于韩流席卷，国民党一口气拿下了33席。这次要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全部保住，势必有困难。选民某种程度厌烦政治的这个情势是有那么点存在的。我从来不认为任何一场选举可以复制了，每个选举都有它特别，而且每个候选人都有它的特色。那所以韩流是一个意外。我想对柯志恩来讲呢，他今天就要打出自己的风格，那他自己的风格可能跟韩国瑜是完全不是相近的。那但这个的过程当中，怎么样能够引起大家注意？我觉得每个选战都有他自己的旋律，有跟他自己的一个特质，而且每一次的选战的意外的成功，都有他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。眼看选战正式倒数百日，高雄港都这一仗，在蓝绿的一攻一守下，能不能一直这样冷下去，还很难说。TVBS 新闻，钟颖伦、陈文月，高雄采访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